真实豪杰，人生真正试炼。太古城地利亚修女纪念幕后特约《末世火山》，今晚9:30，明珠台。高剧策略。在凤凰四重奏入面，四个不同年代的女人地位一步一步提高。清朝的时候，女人要扎脚，三步不出闺门，之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，五四时代的女性开始读书识字，现在香港仲衰，简直女人大晒，男人没定期的。全城市区至尊两房强势出击，2006唯一市区地铁上盖豪华府邸，非凡汇聚，极配之最。Le Point 市区至尊两房隆重登场。到底糖可以有几激？爽朗超凉糖，独特的超凉外层，散发即时爽气，舒喉通鼻。边个话糖一定是甜？糖一样激得起，爽朗超凉糖，舒喉通鼻，激放自己，仲有全新樱桃薄荷味。咁伤脑筋，最好就饮全新葡萄式 extra。加入特强醒脑配方，充分发挥思维潜能。全身葡萄式 extra， 醒脑醒神。老婆，翻屋企啦。唔翻，唔翻，唔翻啊！翻屋企啦！而家家私新货到，超过2000款全新字体家私家饰，原来可以重新爱上屋企。而家家私目录全年 keep 字体啦！曾共度过漫长的岁月，关心你每处，为你爱多一点。时日步过亦全不变样，天天有你共我创造美好。伴你成长，时兴隆，美食尽在不言中。好熟啊，黐咁埋。咦，我想噶，生同熟要分开摆同处理噶嘛。依家啊啱啦，咁先可以防止交叉污染噶嘛。咦，萝卜糕喺外面成个钟咯。食物放喺室温超过2个钟会滋生好多细菌噶。要好似我哋咁，放喺摄氏4度以下先至啱。哦，你翻嚟啦。系。诶，我未熟噶，要煮熟先至好食啊。虽然我熟咗，但系食之前都要彻底翻热噶。竹野来风，人间的证明，星期一晚9:30，明珠台。美国雅培特约儿歌金曲颁奖典礼2006，系由 IQ 高尔聪赞助。